看我。不要了，老爷。聊天室，表脑好棒。现在在影片开始前呢，大家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菜。很久没有看到我在健身房拍摄了吧？距离我上次的90天 body transformation 呢，已经事隔差不多两年了。那现在其实身体没有太大的其他变化，一直我都还是有持续运动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半年来，因为就是疫情的关系，再加上我中间回了香港，那两边隔离其实是蛮久的，就在这六个月内呢，就比较没有做任何的运动。那今天呢，经过上次的90天身体变化计划呢，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更大的挑战。今天我再多找了两个人来，我们的业务萝莉，噔噔。嗨，大家好。他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基本上是六块肌，真的。就先算了，不要讲了。然后经过了差不多5年吗？差不多。他就时间的摧残。都有一个侧面，时间。然后为什么他可以长这样，我也不知道。所以呢，今天男生女生我都会给你，好不好？男生我们要做的是自主训练，也就是说他会在没有教练的情况下自己来练，我们把它拍起来，然后看 before and after 是长怎样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我本人嘛，我想要瘦成精壮，但是屁股的弧度，屁股可以再养大一点。再来就是我们的第三位女主角了，噔噔噔噔，我是妹妹。我们先看一下妹妹的身材。那他们在吃饭都会吐出来啊。好，我们这样可以稍微看一下妹妹的身材。你有没有一个照片，或者你们一个想要做的事情？啊，我没有特别想说是谁。你们还是你的目标是我？哦，你这就不会讲话。我目标就是你啊。我跟你们说，这次我们除了要挑战自我以外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，应该算是奖励吗？我奖励，奖励就是帮我洗马桶。那谢谢大家，我今天来这里一次而已。如果我们三个现在是 PK 的状态，但是是以健康的方式，我不可以偷催吐。如果我们三个的体脂整体降最多的人，就可以得到10万块的奖金，发财了啦！ Yeah! 好啦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要把教练叫出来了。OK， 好，这位是我们的 Adam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你是不是想骂我？因为他就是我在台湾的教练，之前他也知道我跟 Daniel 的训练状况这样子，所以呢，你应该很清楚我们这次的挑战吧？你觉得我们三个谁会最好？那肯定是我啊，教练眼神在看我。那也不一定啊，可是幅度比较大也不一定啊，就是我们要离我们的目标最接近的。最近。你觉得妹妹这样子的话，其实是感觉好像跟我比起来，我的状况好像还不错。注意一下你的眼神，我的眼神是不是？好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让我打量一下你呗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比较丰腴一点点这样子。当然整体性的话，它初期可能效果会稍微明显一点点。中间也是一样会停顿一段时间。对，一定会碰。放大一点的停滞期这样子，一个礼拜我也是建议啦，7天是基本的啦。那当然前面初期就是一定要花时间来这，那自动的调配、自主训练一定是自我的规划，愿意花时间在这上面，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样子。我知道你的用意就是你觉得一开始要运动的人都要先习惯健身房，对，你先把它融入你的生活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好，我明白了。OK， 那妹加油了。加油，好好，再来就是我了。我的话大家已经很熟悉了，所以就不用再多讲什么。你会觉得很难吗？有点挑战了，可是可以啦，我们一起努力嘛。那再来就是我们现在要来看我们的 in body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体重是52了。那我们之前有一个比较，我们从49公斤现在是52公斤了。体脂肪率从25%变成28%了，体重增加，体脂肪率也增加。其实肌肉量是算没有掉太多。下一位妹妹的。直接看他体脂肪率啦，我们还是以体脂肪率为我们的一个重要指标，它有将近40%，这是标准，它是非常超标以上。躯干的话，我们有一个肌肉分析，它就是全身都无力，全身无力啊。对，肌肉比例非常的少，重点它的内脏脂肪也很多了，那这个对身体的一个问题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状况。二十
23岁哈，今年23岁哦。是不是？来下一位，对，萝莉。萝莉的我们可以看到，他年轻男性啊，那体重68算标准。那我往下看的话，体脂肪是稍微超标一点点。我们可以看到他刚才的肚子。往下看的话，其实男生一样，上肢一样比较没有力，上肢比较薄弱一点点。还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身体是算还平衡啊。那感觉我的状况好像又也还行啊。好，还可以更好啊。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，如果要身体改变啊，瘦身的人最好真的就是要把照片拍下来，一个适当的记录，你才知道自己的变化。都要记录，每一个月记录一次，甚至每一个礼拜记录一次，那是最好的。OK， 好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哎，萝莉，从今以后就是从我家跑到这边来，还是你开小白菜到我家，然后从我家跑步跑到那太远了，不要。你们两个跑步跑来我家，这样连健身房都不用去。你家在泰山哎，不行，还是从你家跑来。从我家跑。从你家跑，从你家跑，慢慢跑。大家安安，我是阿蔡的助理，然后今天阿蔡有跑来他的健身房要预约循环训练，听说那个循环训练超级累，原本我是要11点到，可是现在已经11:30，因为我睡过头，赶快我们赶快去找阿蔡。7 8 9，手站头动我看我会不会扁你。下个礼拜再来约人来一起循环训练。啊，你怎么看起来人好好的？不是，我很辛苦，我刚刚很努力。没有，我觉得你今天特别美，连流汗都是香的。我不要吵，你进来。滚蛋。很大哦，超大了。干嘛？如果要减肥的话，就是重训以外，你要快的话，就是加这个东西。OK， if you don't know, you go to beachbody.com and see you know insanity. See what they say. 下次换你啊。等一下，我们要量那个 in body 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上次有吃东西吗？对啊。没有，我上次没吃啊。啊，这次要量，我也没吃啊。你很奸诈哎！不行啊，不行啊，罚钱。不是量东西钱，本来就是要跟上一次一样啊。那你是不会提醒一下？你看到我们吃的那么高兴。对啊，我们刚刚在家就想要吃个东西再来，然后他就一直看着我们吃哎，奸诈的人啊。你好，你要不要再讲一下我了？
我说阿菜整个表现很吓人啊，体脂肪下降快3%哎，但是我体重没有变啊。对啊，是我的肥肉不见了，然后肌肉变多，所以组成改变了，我们到组成改变。不说了，但是体重没变，就是觉得很讨厌。那你为什么这么激烈的跟他讨论，不跟我讨论？哎，我觉得很厉害啊，我比较常跟你相处啊，他自己练可以练成这样，所以我觉得是个鼓励的地方。然后我左右手一样的差别。好 ，OK。哎呦，有没有？他很像那种读书的，然后就是我都没读书，结果现在体重掉快3公斤，2公斤多嘞。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身体的百分比和身体的，从39.5%到37.2%，37.5%，我三，可是你体重没变，对，可是因为我很瘦，数值比较大，有比较多的空间可以做减脂，可是当然我们的肌肉量还是少，我们的肌肉量还是紧的，数值显示上还是标准以下，所以在这部分的话，我们还是要继续强化肌肉量的提升。今天大家就看到我很常做重训，然后加上高间歇运动。在整个公司里面，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提倡所有人都要运动，所以今天我们的助理妹妹也要来体验一下我的高间歇运动。绝对会死掉哎，你上次整个是死掉的脸哎，那因为重训呢就是算是比较无氧，我每一个礼拜可能会重训个3天，其他时间我都会用有氧或者是高间歇的这个循环来做代替。那甚至有时候我们做一些高间歇的时候，也会用到你身体的力量，那个燃烧脂肪是非常好的。那如果你是只是跑步啦、游泳啊，那个基本上就是对于你的神经调律是很好的。那我们现在竟然有这个计划呢，全公司的人动起来，健康起来。求我，没有，这个是我们重训完之后的一环。平常如果你没时间，很忙啊，我很忙啊，我要工作，没有办法，不可能，你20分钟、30分钟一定。所以今天我就去上法庭，上完法庭回来就做这个，然后之后还要工作，所以不要跟我说没时间 ，Can do it。啊，继续，跳起来，跳起来。大口呼吸，不能憋气，撑住，核心出力。OK， good job。还有这个。对于我们的运动计划有什么感想？嗯，对对。可是我们只是做平常的一半而已。真的厉害！记得你明年的时候，你就会变成天才小姐。天才小姐，开着台 ，Yahoo。
今天是我们测量日，对于我们你有期待吗？有啦，就是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好了。有比上次还好。对，有点紧张了，其实。紧张就代表认真了，好看一下我们的努力有没有成果这样子。好，来吧。我先从阿菜先开始讲好了。好好，讲我的，讲我的。我觉得目前表现是，就是脂肪量嘛，体重我们是有下降。我上次是52.4，很不错。其实，在肌肉上面，你的基本上是只有0.7公斤的一个下降。你的意思说肌肉要往上升，是不是？至少持平。你在健康的减重下，你要持平，不然因为你饮食的不正常，一直节食，你就可能导致你的肌肉下降。体脂肪率目前在数据上来说是，因为本来底就比较好一点了，但误差值没这么大。那我体脂肪就有下降0.1%。对，因为你本来就是没有很大值啊，这整个空间生理组成改变，目前是正向发展。可是我当然我们还有几个地方要稍微再加强一下。这个记忆来说的话，我们在上肢记忆还是偏弱了，下肢就是我们继续维持。其他的话目前来说是还算 OK。继续加油，很好。好，换人。所以其实今天整体上来看，体重的部分我们是持平，可是我们看组成的话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线性。我不得不承认啊，这个以数据来说是很不错的一个发展，线性的成长，我们绝对不要忽高忽低这样子。我觉得好，我们还是要坚持下去啊，我们不要放松。如果在看到数据好就放松，很容易就坚持不下去。可是我老实讲，对我来说还是不行，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，大家一起加油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妹妹。那你还是一个体脂肪率高高在那边啊，你的空间最大。哇，这个内脏脂肪都快比我高了。体重是有下降啊，当然你看你的体脂肪率是只有下降一点点，可是你的肌肉也是一起下降的。这一个月的时间，你的进步比他们两个来说还更少。你的饮食我觉得要稍微再控制，再来是你的运动，我可能会要更严谨一点，这样对我来说还是不及格啦。你继续要继续努力，加油，好不好？是不是要放旁边？是。好，很棒。